家好，哇，看到我今日头前有一袋哈物件来个，对，这个就是名称 Cosway Aspen Home Dilam。所以我们这 Cosway Aspen Home Dilam 呢，早几日 launch 一个新的第二代的 Premium Dilam， 啊，不加 Atas 咯。OK， 我还没分别，所以今日我来给人知，我人有这个 The Second Batch。Aspen Home Premium 的地蓝有哈密特别哈 So before 我先讲我的 Premium 的先看看人有的本来有的物件咯这个本来有的呢就是我人的这地蓝有这个面顶的 Mosquito Free 就是怕帮的朋友买我的地蓝面顶的这个 table 它会防蚊子啊帮回来就把你拍照，因为这一袋是防蚊的 ，OK？ 然后呢，我人接过来一件一件，我人有五件，里面有哈密，来，咱来讲有哈密。我人这个第一代的底囊，第一层是防蚊子的，十寸啊，厚度是十寸。然后呢，我们第二代呢，第二代的底囊，我们的上面这一层不是防蚊子。它防一个无形的杀手哈密来耶，就是静电 static。静电是什么来的？我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环境中呢，它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辐射的东西来的。它是来自我们的 device， 来自我们的电视机，来自我们的电脑。能够产生那种在我们的体内呢有那个静电的话，这个静电呢它会影响什么东西？影响到让你整形不好哈，所以呢这个静电干扰我们体内的这一个生理系统，当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头脑静不下来哈，然后有些人的身体懂得人啪啪啪的哈，懂得踢的啪啪啪的哈，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室内环境过于干燥，然后呢又很多那些device 的东西，电子产品在我们的房间，睡觉的时候看个电话了之后放在旁边就 judge， 所以在我们的周围的睡觉的旁边就很多这种产品产生很多的静电，好让阿妹困了不好睡哈。困不入眠 ，OK， 所以呢，我们呢，这个第二代的呢是那个防静电的，第一层是防静电哈，所以等一下呢，我会给你们知道静电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所以我有一个 video， 当你看完了我今天的不后不该小，你要记得 click 我下面的一个 link， 我们会给你知道静电是怎样产生的，因为我们看不到的，像空气浪费空气。我们需要，但是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所以这个静电也是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只能够用一种仪器给你们看到静电的产生哈。来，咱讲了伊有啥物特别，就是讲头一件咯，伊是防静电咯。然后呢，我们的第二代是三寸，很多顾客讲十寸呢，我买我出来用的是十三寸呢，所以现在要十三寸的迪兰的顾客，你们今天就可以回来买了哈。然后十三寸哈，接过来想，我人这一件就是 latex 咯，所以 latex 是哈咪来的，它是一种塑胶，就是让你马来西亚生产的那一种塑胶啊，丘陵长的塑胶，不是普通的人工造的哈。所以我们的这个 latex 的塑胶呢，防止什么？防螨虫、防细菌、防生霉呀、啊！啊，这几项物件真个要紧。因为但是如果你买一个床单啊，这个床的时候，你买的不是好的 latex 的塑胶的话，睡久了我们的这一个一些膏啊。所以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东西，然后呢会有细菌，睡久了我们的身体就打呆了，还会生螨虫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买一个好的床，我们第一个consider的是不是 latex 的哈，所以我们的 cosway 的呢是 latex 的这一个棉 ,OK? 接下来就是个 memory foam, memory foam 给它比较 flexible。再来呢就是我们有椰丝，椰丝这一层呢对我们的骨头很重要，它能够让我们的骨头
能够很好的支撑。再来，它给整张床啊，无拽哈、啊、哈。有时候我们睡在一张床哈、哦，不透气、不透风的话，困觉哦会流汗咯哈，爱开 aircon 咯。所以，但是我们的 Aspen Home 床呢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椰丝能够散发热气，椰丝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一个有骨髓的了。卫生哈，好让家 flexible， 接不来的是最重要的这一个，我们用的是 pocket string， pocket string 很重要哦，因为哈、哦，那是讲 look bit， 名称是普通的 spring 的哈，无 pocket 的哈，边啊 look 讲的摇 look 得了断断断呀 ，and then 那是咱换名称包的时哈 ，look 看到哦，拿不起哈、哦，所以咱就变安怎得把力咯，哈。一个月倒八日一边，下个月搁再倒八日另外一边，倒八日倒八日倒八日，安怎要是一个空困落去个？了，咱困的是安怎？关身躯关落去 ，and then 咱 feel 到迄个 spring book 到咱个身躯底哦，所以你困了会好势哦，困了袂好势啦吼。第二只困醒时也实在无困啊，反正困无够啊，直直下气的哦。所以 pocket spring 呢，我们支撑你的身体。不会下沉的中间 ，OK， 我们的第一代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一个哈，三个 zone， 中间呢的 zone， 我们头和我们的垫部、臀部啊，再来我们的脚部三个 zone， 第一代的 mosquito free 的呢，我们是三个 zone， 支撑我们的头部，支撑我们的臀部，再来支撑我们的脚 ，OK， 但是我们的第二代的呢？它的支撑呢，去到七个部分 ，seven zone 后了哦。安装 seven zone 呢，你会看到 seven zone 不是将三个 zone 罢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第二代的呢是没有 sample 给你们看，所以七个 zone 呢，它是能够支撑我们的头部、我们的这边的颈项、我们的背，第三、第四这里，第五臀部，第六小腿，第七去到脚，所以呢。整个身体呢，它能够很平稳的给我们支撑，所以我们七个钟的床啊，听清楚啊，就算有一个小孩子在旁边跳，你这边的人不受干扰。第一代呢，它只有三个钟，当然是它的那一个摇的震动的这一个是没有那么 strong， OK， 但是我们的 premium 的是你完全感觉不到。再来，它有很好的旁边的 H support， 就是你一个小孩子啊，困的时啊，一拎拎拎个边的时哦，那是 support 无好形成 H support 么个样？但是那是讲你边啊这边怎样定的怎样 support 嘞？一拎到这边一边拨落去的 ，OK？ 佫有真侪人暑假坐到边啊位做工拍电脑的哦，啊无就看戏，一直看册。啊，未困的是坐到边啊，坐过边啊，给咱拿不起掉。所以我们的这 Aspen Home 呢，不管你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这边旁边没有这种问题的 ，OK。然后呢，再来我们的这一个 Aspen Home 呢，保家啊，听清楚，不管第一代、第二代都是保家12年。在这个12年里面，如果你遇见这 Spring 端跳出来。或者你睡觉的时候 feel 到有东西堵到你的 ，OK， 再来就是刚好你买回去才用那个不到那个几个月哦，你的整个床有下陷的问题的，听清楚啊，我们公司一赔一哈，所以我们的公司的这一个床呢，你们可以用24个月来做 zero interest installment，OK，、okay? 再来我们这一个新 launch 的这一个。Premium 的 Aspen 床呢，有早鸟优惠啊 ，Early Bird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有什么呢？来，我们呢有送两粒的这一个 Shimano 的 Vacuum， 第一粒呢你可以拿来吸我们车里面的灰尘。这个比较长的下面这一架呢，你可以拿来吸我们的 cushion 啦，我们的床啦，哦，有那些灰尘啦，全部都可以吸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两个枕头，一定有送你两个枕头 ，OK。
再来呢，我们呢给你用 zero interest 的话，你可以分一年或者两年付款。然后我们第二代的床哦，我们只有两个 size， 就是一个 queen， 一个 king， OK？ 一个 queen 呢多少钱呢？4899。king 呢多1800了，5899。所以呢，我们的第二代只有 two queen 和 king。第一代我们有 single、super single、queen and king， OK， 价钱不一样。如果要询问第一代的价钱的话，在我的 Facebook 下面我会啊在那边给你们知道价钱。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房镜店的这一个第二代，你们千万千万一定要 click 我下面的那一个 link 来看镜店的这一个影响哈。所以如果我们有的这一个 step free， 就是我刚才讲的房镜店的第一层，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受镜店的干扰，我们可以很好的深沉睡眠，不受这个环境这个镜店的影响。所以呢，睡眠对一个人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睡眠不好，精神就不好，精神不好的话，我们呢做事情精神就不能够集中。所以我祝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祝大家身体健康。下一次的午后不开小见，谢谢大家。